2021年3月19日，心灵净土。观世音菩萨，人生是从无到有，又从有到无。人间所有的名望、财富、地位、权势，就好像空中的海市蜃楼，看起来似乎美好，其实如梦幻泡影，死的时候是一无所得。观世音菩萨，众生的名利念想都是因为五蕴而转化，因为对物欲的过度追求，不明白四大皆空的道理，一旦无法获得利益及成功，就陷入烦恼痛苦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一无所得的人生，这就是苦集灭道。观世音菩萨，名也空，利也空，可叹世人看不穿。人生一世，三餐能得温饱，一席被子就足够，名闻利养皆是空，强求不得图天酬。童儿们，放下即得解脱。弟子马来西亚，2021年3月19日。